个感觉我们城里面是不是比你们村里面好一点？还可以，所以说呢，你就不要去我们那里的，我们那地方有啥好的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在城里面待着待烦了，我就想去农村，我就喜欢农村。反正明天我回去了，你就不要跟着我去了，我跟你说。为什么？到时候我要送你回来，说你真是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的，我去那里会怎么样？你们这里跟我们那里有什么区别吗？还去我们那去体验？我发现你真的是有毛病的，你看不出来哪里有区别啊？啊？我感觉就是房子漂亮一点而已嘞。我们这里比你们那里繁华一点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啊，你这待在城市啊，我都想待在这里不？但是我就喜欢在桂林啊，要不我们换一下，你在这里，我去你家。可以啊。嗯。你问一下你表嫂愿不愿意啊？你把你的房子给我，我把我们家房子给你，是不是？算了算了，我到时懒得管你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，你不带我上去，等一下我自己去。反正我是不会搭你去的，好不容易把你送回来，叫你闺蜜过来。哎，美女。咋啦？我表妹说又要跟着我们上去。不让她跟。我就说嘛。然后五花大绑，把她绑在家里，不让她去。你们这里城市这么好，是不是？她跑去那个农村去干什么？跑到我们那去。又缺嘴巴了。你要好好劝一下他。我劝了他好多天了，口水都快收干了。我跟你说哦，你去了桂林，你就知道桂林到底好还是不好。嗯，他就不想回来了。你要先去桂林看一下，不是说我们这里不好，而是说他那里村里面，他那个各方面的话比较安静，我比较喜欢那些。我没有说桂林不好啊。我觉得我们那个山咔咔，我都想拿钱里面住了，你还跑到山咔咔里面去，要什么没什么的。嗯，你都不懂我要什么，怎么知道没什么呢？你要东西跟我要东西又不一样。听你闺蜜说嘛，我不想劝你了。你想要有山有水，安静是吗？嗯，这个是山吗？啊，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水吗？不一样。有哪里不一样？鸟语花香吗？你看，又想跟着去，我送你，好不容易送你回来，又想跟着去，说都说不听。哭给他看。哭都没用。哭了他肯定。给你闺蜜的吧，你看你闺蜜，在城市多好啊。我都还。你看你都晒成黑麻麻的了。我都还没嫁呢。那脸上那个痘痘都冒出来了，有什么好？农村有什么好？你看多黑。你问一下你闺蜜是不是比原来黑多了？是黑了一点点。这超成非洲人了，差一点。真的是。哭给他看，快点。不说你了，明天反正我们要回去了啊，你就不要跟着去。哭给他看。我发现你真的是有毛病的，你们都是。哭给他看，快点。都是为你好啊。你会是汉你那不是吗？我可以知道什么东西是好，什么东西不好。我喜欢那里，我就要在那里。你是只要面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啊。人家说一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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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把那个了。所以你，我跟你说，并不是说不让你去，也并不是说不欢迎你去，是你要学会懂得拒绝。我已经说过很多回你了。我是才说，是，不要是，不要怪这个怪那个。你说要这么大的。昨天那个怎么样嘛？那个相亲对象怎么样嘛？多少人都说很帅，嗯。这跟他也没有关系啊。多好的一个人，你还帮你夹菜什么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都没有这个待遇。这个是没有这个关系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跟人没有关系的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嘛？反正不是你这样子。看着你什么都扯到我身上来了，看着你说烦。你们去了，我不想跟你们走。走一下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嘛，你不要看，不理他了，留他反省反省。让他在那里画一下圈圈了，画个圈圈把你围在这里，不让你去了。哦，你们这边都开花了，这个柚子。没见过柚子。
不是没见过你们这边好快都开花了。不是现在开花吗？我们那边还没有。为什么？他们冒芽了。早两天下来那个柿子都还没冒芽。哎，对哦，你不说我都不觉得。是啊。桂林上面那个山都是光秃秃的，我们这里为什么都是绿绿的？嗯。为什么？应该气候不一样，你们这边要暖和一点。他们这边跟我们的相差大概五度，不止五度吧？哪里不止？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里，太热了。感觉还可以啊。今天不去那个了。去哪里？昨天那个帅哥那里，那个胡杨那里。去啊！去那干嘛？昨天晚上你们不是聊了说今天过去了吗？人家今天去工地了，我懒得去。哎。他是工地的，在工地里面做什么工作？他包工程的。包工程，嗯、老板来的不？不那可以呀、啊，你看这么好一个男孩子。也不算老板啦、啊，只是包一些，他说包一些小工程啊什么的。但是我上次不是去了他那里吗？哦，去过一次那个工地那里，那个山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，是那个商场啊、哦，不是那个。小区楼下不是会有那种商场啊什么的吗？你去过是不是？啊，然后他一整片都是他包的，他要说是小工程，但是我去看好像工程也蛮大的。那他挺会挣钱的啊。嗯，他到处都有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还可以啊，能力各方面的挺好的。老婆，你觉得？我看那个男的挺不错的啊、哦，挺好的一个帅小伙。可以，我也觉得应该为自己终身大事考虑了。你看我一送回来，人家就马上请吃饭了，多好的一个男孩，嗯、多懂礼貌，嗯、是不是？嗯，你还不愿意？哪里？他都结了婚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嫁给他结了婚啊，就不会像你变成这么每天都是劳动节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说的什么？他，我是跟他这个男的结了婚。他好，我们也好，你知不？为了你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不是说结不结婚的问题，嗯、我觉得是，人家条件那么好，你能看上我？这个是靠自己去争取的，你知不？你都不去争取，这个你看，昨天我都看在眼里了，对你多好，你还别不信。不是不信，是人家条件太好了，我觉得我配不上。人家那么好的条件，也不是说配不配得上吧？那肯定也不缺的，不缺，是不是女伴？问题上兵，如果这就喜欢你这个类型的呢？你看你去到桂林这一段时间，你自己感觉到，你看你干嘛？比你表嫂黑很多了不？你胡说！看起来是像老太婆一样的。你不会说话，你不会说话，你去走远点。你会不会说话？我是。你不要再插嘴，我是，走开，你，我是为他好，你知不知道？真的是你是不懂事的，还在那里烧火。别听他，别听你表嫂的。哎，真的，那个男孩不错的，他今天都约了你了，你干嘛又不去了呢？太远了，他开车要开一个小时去到工地，走的又是山路。打电话给他，他看他过不过来，如果他过来的话。绝对是喜欢你，你别不信，你试一下，真的，你试一下嘛。而且他过来接你，顺便到时候我们去吃个饭。那真的那他不来，那我不是很那个。哎，你打电话给他嘛，你说叫他来接我们，要叫我们去吃饭。万一不来？哎呀，如果他有这个心的话，绝对会来的，你相信，没错的。人家那么忙。那等一下再打也行，那我们去逛一下嘛，啊？真的？哎，你们这地方也没什么逛的啊、哦。没有啊，可以去逛街。不过我想了一下，表哥你说的对哦。肯定对了，你试一下嘛。那我打个电话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男人就是这样子。他要是不来，太丢脸了，我怪你。哎呀，只要他喜欢你，他绝对会来的，你相信我。试一下。嗯。喂。哎。
个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工地啊，现在。哦，那个你过来带我们去吃饭呗。现在3:40，你发个定位给我呗。哦，得。我这边忙几分钟，我就可以过去了。哦，就在家这里啊，你跟他说嘛。就在我家那个路口这里。嗯，他来过没有？哦，行啊。嗯，那我直接过去了。嗯，好。啊，好，等一下见了。嗯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看，是不是？来是来，但是可能是因为觉得你们好不容易过来，尽下地主之谊。我刚才也没出声啊。你出声的，你说你就在家这里啊。哎呀，早知道我不出声好了啊。哎呀，这些，但是呢，男人可以啊。你看，马上又有饭吃了。得了，我们在这等他了啊。觉得他可能，我也想不明白。